这消息来自水上乡车祸消息。水上乡加坡公路大仑川路段21号早起，有伫机车道发生有两台机车车祸，造成两名机车驾驶一男一女受伤，意识清楚，肢体受伤。嘉义县双桥双河分队救护车前往救援，现场处理紧急救护了后，送往病院。水上乡加坡公路大仑川路段21号早起。在机车道两台机车车祸，造成两个机师一男一女拢受伤，意识清楚，肢体受伤。嘉义县双桥双河分队救护车前往救援，现场处理紧急救护以后来送医治疗。肇事详细原因由警方厘清。分局嘉义县消防局获报于水上乡大仑村两辆机车发生车祸事故，现场伤者两名女性。年约55岁，男性年约45岁，均意识清楚，肢体受伤疼痛，给予紧急救护处置后，由本局救护车送往嘉义长庚医院救治。该关消防局提醒行车用路人，骑车、开车应注意到集中精神，注意行车的状况，保持安全距离，以维持行车安全。最新新闻，蔡文彤、最上香采访不得。